就是你那个，诶，首先加，再加送到那个，那这块还要再加这边这个，然后你现在再加回去，到目前为止，诶，我们还不确定说这边要加正常还是，可是，对啊，而且那个前面会不会有系数啊？不会，因为这边是零，我们目前已知的情报，已知的情报是。 昨天正负的，然后如果你用对单例，用排列组的话，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，所以我们根据它的方式的这个定义，我们要argue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作用在单态身上，所以同理它变成。OK。那这个是我们之前用那个反智的方法去argue。那现在呢？ 对，然后它里面可以乘一个，在高能里面就是欧米伽，二欧米伽，二三四，这个是定义有问题，我们就用零就好。你那个 n， 那个 n 就是 f n， 你那时候写的 f n 哦，还不是？这 n 就是一个跟这个 n i 有关的。哦，好吧。你可以乘一个，那定义上就要定义。 我们就不要弄上去了，我们现在只是在讨论多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升了之后再降回去。那我们现在希望说，这个会变什么？这个会变成两根号二倍的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它就变成 AI 作用在 NI 的二分上，这是我们昨天证过的。 然后呢，你现在要把它退回去嘛？就退回去那边，对吗？那另外一点二，所以这边刚好，然后就退回去嘛，变成这样子。根据这个，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展开变成，这展开就变成那个一，我们这边到二一号。 这个展开这边这个嘛，因为它已经归一环过，嗯，啊，所以说这个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先，你这个作用在身上，先杀掉前面，再杀掉后面，就会有两个，然后你要乘一个参数，所以它就等于第一个先杀掉前面，好，它就变成，嗯，然后乘一个参数，我还不知道我们要求，嗯，然后同理再加上一个，杀掉后面。 那它会等于什么？那这个应该等于这个，所以阿尔法就等于根号分子。根号分子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新的。哎，其实这个不需要。然后，那这个，这个就是一样嘛，这就是那个三嘛。 这样，然后同理它也会等于，直接看左边，它会等于。哎，你那是根号三吗？不是应该是根号 n 阶吗？哦，你坐在三身上，所以你就把蛋留下。哦，没有看错，我想错了。所以这边是这样，所以你会说就是这个状态是什么？因为你就杀，然后同理你要求那个代定传输。嗯。好，所以杀第一个就剩下这两个，所以杀第一个就变成阿尔法。 为什么 n i 等于 2， 是在 i 那这边有两个例子嘛，对不对？嗯。n i 等，那为什么你？哦，这个已经归一化过了，对，这个已经归一化过了，这个也归一化过了。OK。诶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这两个都归一化过了。嗯。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求出来了。嗯。然后，所以这个也归一化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杀杀杀，就知道这个嘛。嗯。那这个的话，三阿尔法会等于根号三。根号三。所以阿尔法就等于。根号三。 好，我们在做最后一个例子。诶，这时候你就会想说什么？它就是根据你杀过之后，杀之前有多少下，你就要补多少个。所以我们来做一次。这个要怎么写？这个会等于这样。然后最后在这个，这个已经归化过了，所以我们记这个。
好写。好。好，那这个是二二一，所以它会有三个，二二一，二一二，然后一二一。对，等下我再想一下，为什么不是 I I J 啊？对对对 ，I J， 不是，对啊，就是我，对，我们记这个为二一，好，所以说它就变成 I I J， 然后 I J I， 然后再加上 J I I， 所以等号长，这一串，就一点这一串，对，好，那它根据我们的这个是，要是什么？要是等号，然后你现在是 i 嘛，所以 n i 变成一嘛。哦，好，对。所以 n i 是谁 ？n i 是二，把二带进去。OK。那我们把这个一样，我们就把它丢进去，然后杀。可是你现在每次杀都有三个，就总共有九个。你这个从它身上会跑出三个东西来。杀一，杀一，杀二，哎，可是他不会杀到贼啊。对，哎、欸，不，这样子会没有、啊，他会杀到，你会不会杀到我身上？我有过，不会，因为如果杀掉就全部都挨了，那就糟糕了。对啊，所以不会杀到贼，所以是杀到贼就变零，所以说我们就得到第一项，我们就要把九个写出来，那你每次都比较了解，然后我们就不举。然后第一个 ，i 被取代了就杀掉，你的 i j。好，接着。中间的 i 被取代。对，中间的就变零了。嗯。然后。中间的，哎哦，最后，哎，你这样讲对吗？你这样会不会自己搞混？对啊，我看维基百科好像是会有零。那下一个，那这个杀掉第三个。杀一杀二杀三，好，那同理，你抓他中，哎、欸，就是这样会不会自己搞混了、啊？对对对，你、欸、要怎么说呢？你先都杀一好了，你第一行都杀一，第二行都杀二。这个是来自于 I I J， 好，这样啊。啊。然后这是来自于 I J I 啊。然后这个是来自于 J I I。好，那先杀第一个，杀第一个的话就变成 I J 了。对对。然后呢，杀第二个变成。还是 IJ 啊 ，IJ， 第三个是零，对，好，再来是 IJI， 那 IJI 的话就变成，杀第一个就变成 IJI， 杀第二个变成零，然后那个杀第三个 IJ， 好，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 IJI，JII 啊 ，JII， 所以是零啊。所以杀第一个，对，杀第一个就是 I， 第一个就零了。你看超对称，其实所以说其实这三个会是都会有一个 I 加 I。超对称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超对称，然后没事。超级对称不是算了，然后这个是杀中间嘛，就是觉得，然后杀第三个，就是我照一下，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传输是什么，所以这个是杀化。然后你注意到这边是 I 加。IJ, J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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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根据对称两个应该一样的吧？哪里错了？我在想，这个九减掉三，没有，两个都三个啊，两个都三个。IJ, IJ, 对对，都三个 ，JI, JI, JI,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两倍的 IJ 加 JI，、啊、然后全部都成阿尔法。那成阿尔法的话呢，哎，会等于这个，那这个再展开，会变成。IJ 加 JI 除根号的，所以 alpha 就等于什么 ？alpha 就等于二分之一。对，二分之一。那怎么诠释呢？我看一下，为什么那边突然写 IJ？ 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那里要写 IJ 加 JS 根号？嗯，你的，因为这边已经归一过，然后这个是根据。哦、oh, ，OK。所以原本是二变成一，一的话就是 IJ 加 JI， 这是一个 boson。然后再注意，哎，那我们应该，我想想要不要对分娩有没有差？对分娩其实不可能有二，所以其实不太需要。分娩就不会有二嘛，所以就算了，我们就讨论 boson 就好了。那分娩的话，哎，
对，就你就全部都考虑都是一的情形就行，那其实就很无聊。好，那我们 I J 加 J I 注意根号，这个应该没错吧？这是规划。好，说错了，对。哎，对啊，没完全没错，对对 ，I J 和 J I 嘛，各一个嘛，所以 I J 加 J I 注意根号。对，没错没错，然后这边也是刚好这小点，就是这边就是一嘛 ，B 等于 I J I J， 然后这是 alpha alpha alpha， 然后这边各几 ，I J 各三个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这边各三个，这边有各三个嘛，然后还每个都乘一个 alpha， 对啊，所以 alpha 就等于。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对，三分之一是哪来的？等一下，三分之一是哪来的？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它是应该要补这个。三分之一是由来自于原本有几个项，对不对？原本有几个项，然后应该是因为有两个，因为 I 有两个，所以这次 I 可能要补两次的这样子。我乱讲了。我不确定那个卡梅雪是什么，你查一下维基百科。我没在手机，我没在手机。哦。没关系啊，算了，没在手机。好，那我们就先阿克这个。反正只要不要那两个就行。